不用发酵，不用腌，现做现吃，带花生的西瓜豇豆。黄豆和花生提前5个小时泡上，泡好后清洗干净，倒进锅中，加入磨过黄豆的清水，煮40分钟左右。凑这个时间，我们准备一些配菜：辣椒清洗干净剁碎，西瓜挖出里边的西瓜瓤，完全挖出后备用。这是炸料用的辅料，我把它打在视频上方。40分钟后，黄豆用手一捻就碎，捞出备用。锅中烧油，油热先倒入葱姜香菜洋葱，1分钟后倒入大料爆香，炸成这样捞出扔掉。把煮好的花生黄豆倒进去，翻炒5分钟左右，炒出水分。5分钟后把切好的辣椒放进去，继续翻炒5分钟左右，然后把西瓜瓤倒进去，西瓜炒出汤汁，倒入半瓶黄豆酱和50克左右的甜面酱。上次做的不带花生的豇豆，有朋友问用的黄豆酱是哪个牌子的，今天我把它挂在视频下方的小黄车。放入甜面酱和黄豆酱后继续翻炒，大概炒30分钟左右。出锅前放盐和高度白酒，盐放了10克左右，搅匀后豇豆就做好了。做好的豇豆酱香味浓郁，用来夹馍拌面都非常好吃，吃不完放在冰箱冷藏里，半年都不会坏。喜欢吃豇豆的小伙伴可以收藏做起来了。